Micro, please. 还有吗？还有信号吗？还有信号，再做垂死的挣扎，不是再做最后一次挣扎。那么现在大家请再次确认一下随身的物品没有忘到房间里，尤其是小件物品，眼镜儿，手机，对，手机忘不了，大家都搭在手里上网呢。之前的老公、太太、孩子，尤其是孩子，好，都在了，咱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多的东西。 决定那个转一转，看一看，开拓一下视野，然后了解一下，国际上面的那个各种环境啊，人们文化呀。巴黎是我从小就想去的一个地方，尤其是埃菲尔铁塔。我和孩子，让我的孩子来感受一下那个欧洲的文化，因为好像文化差异和中国是比较大的。 来了之后觉得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可能不如国内的高，但是物价呢却比国内的高。我觉得，就是以前我特别羡慕欧洲的人的生活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国家比较好。但是我现在羡慕的是他们生活的方式、生活的节奏。虽然赚不了那么多钱，但是有很多闲暇的时光去放松娱乐。 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哎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是八月的假期，你刚才写的是到8月27号才开门，所以这7、8月份这个巴黎人都说巴黎人都走了，都放假去了。你说他一个州才35小时工作制，他都觉得干活干太多了，该休假就休假，人家不管这做不做生意，这个那都这是咱没法想象的，根本就。但是不还有别的？那今天卢浮宫？有，卢浮宫肯定开着，卢浮宫肯定开着，那是博物馆，卢浮宫要再关了去休假了，这就是。 这叫他就是没人来法国了就。我觉得欧洲它把以前的那些的建筑和它的一些古文明的东西，保留的，就是很多很多。中国好像就是一直在不停的。 建拆建的，在北京重建一个新的纽约，可能要几十年就够了。但是要真的建一个老的北京，可能要需要几千年的建筑才可以。好，大家觉得这个凡尔赛宫漂亮不漂亮啊？漂亮哈，很漂亮。 但是很遗憾的是，就是本来在我们北京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，用这样一个花园，但是很遗憾它在1860年被烧掉了，不然的话也是同样漂亮的，而且7倍于这个的大小，而且从景色上来看，要比他们这边还要漂亮，因为我们也有山也有水，所以今天能来到这儿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然后对我们的祖国的这个热爱应该更是油然而生的。<笑> 因为在北京的时候，这种就是满街都是这种野生动物这种情况很少见，满街都是鸽子的这种感觉，感觉是体现出这个城市的生态环境，以及就是人类比较亲切于动物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欧洲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，城市中心大概应该像，纽约一样。
就是高楼大厦，但在欧洲可能人们更希望那个贴近自然。我认为城市中心，尤其是市中心，有些国家，比如说欧盟当中有些国家可以牺牲一些环境来加速城市发展。法国虽然欧式建筑看起来特别美丽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高楼大厦耸立着，就像北京的市区一样。因为我可能从小脑海里就觉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感觉，就非常有存在感。如果我要是给我的同学什么发照片的话，只能选一张的话，我会发欧洲这边的蓝天。